接下来呢，我们即将走上红毯的是爆款古装剧《长相思》的剧组主创，让我们欢迎演员代表杨紫、张晚意、戴璐娃、王弘毅、谭健次，请做出爱意红毯选择，让我们欢迎他们。这部剧真的是太好看了，这部剧在昨天的这个鹅荣耀发布会上揽下九项大奖，你说谁看谁不上头，这剧谁看谁不上头，难选择了，主要也是作为腾讯视频暑期档的爆款剧呢，以女主小妖的命运变化和个性成长为主线，讲述了她与四位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诸多情感纠葛，凭借出色的人物塑造，剧中多对组合都引来了海量的观众战队啊，妖玄、妖景、妖柳、妖风，每一对搭档都被磕得起劲，制作、表演、剧情上的全方位突破，让大家也是越看越上头。随着第一部的结束，它留下的悬念和伏笔也让《长相思》第二部备受期待。今天很荣幸的星光大赏邀请到我们《长相思》的主创团队，再次欢迎他们。欢迎各位，今天向我们的媒体区进行拍照留念。好的，欢迎我们的主创团队可以来到采访区聊聊天，选择爱人红毯呢可以挨着鸟鸟，艺人红毯可以挨着天琪，可以来欢迎，欢迎各位来，欢迎这边请爱人去那边，当面对面看到杨紫老师的时候还是要来了啊，来艺人，艺人脸太小了，你们都是爱人，哦你们都爱人，爱人艺人站我这边好不好，嗯来爱人站我这边啊，注意到刚才张晚意老师从艺坛走到了哀坛是为什么呢，就您刚才从艺坛转到了哀坛，你不要过来合照吗？哦，是是，没有什么深意，没有，明白明白。他说因为他没搞明白，他说他选艺是因为他叫张晚意，我说不是这么选的，跟他解释了以后他就变了。杨紫选哀，我没想到的。啊？杨紫，你选了哀坛，我没想到的。因为其实大家可能都看不出来，我外表很活泼，但是我内心是一个内秀的女生，对，所以我选择了爱，因为我特意测试了一下，我是爱，对。是能不能公布一下爱什么？爱是爱，我忘了，反正是后面好几个，反正就是第一个是爱。OK， 爱人，好，来我们问一下另外几位主创好不好？我们健次，你自己是选择了爱谈还是艺谈？我是爱人，你是爱人，爱人，对。觉得平时。做比较爱喜欢独处是不是？相对吧，相对相对，但其实如果跟朋友聚会的话也 OK 的，也很开心，就是怎么都行，可以也可以挨半亿，挨半亿，对对对，就是好的，为艺做爱，嗯啊不对对什么为爱做艺，为爱做艺啊，对对对，做艺啊，对对对对，这个说法是对的。OK OK， 来我们同意。我其实本人也是爱人。但是剧中角色是个活泼开朗的艺人，所以在诠释的时候也是把自己艺的一面全部调动出来。嗯，你平时是I人，然后没错，有做一些什么锻炼训练让自己艺起来吗？就强大的信念感。哦，信念感，靠信念带入角色，相信自己是艺人，没错。来，那戴璐娃，我选了艺，你应该很明显吧？很明显，很明显。嗯，吃饭的时候你话很多，我可能就是挨不了一点儿、跟剧中角色阿念也很统一，就是从里到外都挺意的。所以阿念会带动这个我们，因为挨人居多嘛，我感觉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挨人居多，我没发现他们都选了挨。哦，对，然后 你也挺意外的是吗？我也很意外，我以为大家都是意、所以你在剧组里会做一些事情，然后调动大家的气氛吗？会让他们请我吃饭，调动、让他们请你吃饭。OK。谢谢戴璐娃，来晚意，晚意是我选的意，就是因为刚才跟杨紫说的一样，晚意就是选了个意，也没有就是测过什么的，不需要测就知道自己是艺人。是，可以问一下我们的主创团队，平时组里有没有那种非常好玩，或者是那种可能观众朋友们不太知道的一些好玩的小故事，可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。来，杨紫老师说吧。
就是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很腼腆，就是各位，尤其张晚意啊他们，但其实生活中是非常非常搞笑的。就是我们在现场的气氛其实跟公开场合不太一样，因为我们剧组都属于那种有点社恐的，从上到下。我虽然是个 I 人，但是我承担起这个活跃气氛的这个职责、但其实我们私下都是非常活泼搞笑的这种，尤其弹歌呀也经常会在现场跳舞逗我们开心。对，来给大家跳一个吗？那杨老师这么逗的话，那我们可太愿意看。我在剧组功能性还是很强的，专门负责给大家逗乐，是吧？就是我跟姊妹都是就是活气氛担当吧。气氛担当，所以老师今天不跳吗？啊，跳，没有，这得提前排练排练。freestyle 我不行。哎，我有一个很好奇啊，就是想让这个小六、小幺，然后。因为其实几位都是你的搭档嘛，剧中搭档，能不能每一位搭档的角色你都用一个词夸一下他们？用一个词夸奖不够对吧？可以很多词，一句话好不好？这个相柳是非常冷酷帅气，然后风龙是阳光大男孩，妹妹是可爱小精灵，哥哥是哥哥有点难说，哥哥是眼睛有些看不见的帅哥。哥哥很无奈的点点头。好的，谢谢杨子，谢谢。那对于小六的这个评论，这个哥哥有什么想回应的？对于妹妹的评价，哥哥也不能选择空耳，就给他换成一种害羞的亲情啊爱的表达啊，还是跟剧中一样啊，没空没空。好的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那最后请我们各位主唱，因为我们知道明年长相思二也会陆续播出嘛，请各位用一句话好不好，每人推荐一句话，长相思二推荐给各位观众朋友们。我们从王一开始。不管是意还是什么，都要爱长相思。婉莹老师好稳重啊，很开心大家能够对二抱有期待，然后我也相信在大家跟他见面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欣喜非常开心。谢谢大家。没错，谢谢，谢谢戴鲁王。欢迎大家来长相思第二季看比第一季更加极致精彩的剧情。谢谢弘毅，谢谢风龙。比一好看的只有二。哇，谢谢剑刺，谢谢我们的相柳，谢谢大家喜欢我们长相思第一部，然后希望我们第二部尽快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杨子，谢谢小妖，也谢谢我们的长相思的剧组们，然后请先前往我们的星光俱乐部稍作休息，我们晚上见，谢谢各位。